第三十题，下列关于氧化物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金属氧化物都会溶于水，水溶于呈碱性。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呈碱性是对的，但他说都溶于水是错的。老师上课又强调过了，氧化铜跟氧化铁，现在还有人喜欢考一个二氧化锰，他们是不溶于水的，他们丢到水中拉拉之后是呈中性的。选项 A 错误，选项 B。非金属氧化物都会溶于水，水溶于呈酸性。非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呈酸性，对的，但说都溶是错的。不过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调，比如说一氧化碳跟一氧化氮，它们都是不溶于水的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错的。选项 C， 二氧化碳溶于水会产生碳酸水溶液，这个是对的，这老师上课的时候提过强调过的。选项 D， 氧化镁溶于水会产生氢氧化钠水溶液，这个是错的，氧化镁溶于水产生的是氢氧化镁。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关于氧化物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二氧化碳溶于水会产生碳酸水溶液。